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由昨天开始，周庸就说要摆800个街站，昨天都真的很有声势的，但都依然不够800个，但今天就已经现样子了。我怀疑他可能是这么多人加起来有800个，但是不重要，唯一知道会肯定的就是这些街站摆在这里是一定是错的。之前我们香港人这么多人瞓在这条街道，我们要求的那个普选，政府不抽不睬，到了今天这一班人又反對我們，他又調翻轉出來簽名說要支持那個政改方案，就知道這一班人是有問題的。因為全這個所有的每一個街站，他們有很多奇奇怪怪 的團體名稱，我們是未見過的，不知道是哪裡來的，而且他們還夠膽死在那裡擺在那裡說給選民登記，你們是要簽一些個人資料給他們的，實際上你們是不知道你簽了什麼給什麼的人，這些團體全部都沒有見過，你上網找你都可能未必找得到。但我們唯一肯定知道的就是這班人全部都是幫共產黨做事的。我們之前一直在說要那個普選，跟現在政府出那個方案的普選是完全兩樣不同的事，所以今時今日我們已經不再跟你去爭拗了，你那個政改方案怎樣改我們不說了。雖然梁愛詩那些還說可以有很多斟酌的空間，但我們不理了，我們今時今日就跟你說這個政改方案我們不要。如果你們是想著幫你的下一代去做一些事的話，集一票都不可以要，不可以要這一票，要了這一票之後，你的下一代所得到的東西將會是一個極權的政府，表面上是一個很民主，但實際上是一個很奇怪，一個令到它更加有認受性的一個奇怪的政府。我們不再講什麼普選、什麼真普選、什麼假普選，太混亂了，現在就是講一樣東西，我們不要那個政改方案了。現在前面的這班人在這要求叫大家簽名，但他們可能連自己要求簽的名是什麼都未知道，因為之前這班人還在說去反對簽名，現在又支持了，你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不知道，但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們會收到錢，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們幫的人做事就是共產黨。我們之前不停地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我們希望我們的選舉可以 有正常的，可以選到自己特首的，但現在既然政府不理了，他講得那麼強硬了，既然831那個方案是落了三個閘了，閘完再閘再閘你一鑊，閘到這樣了，我們現在只是講的就是一樣東西，不要所謂的政改方案，我們不談了，不要了。為什麼政府現在要落這麼多個在立法會那裡起這麼多牆去圍著自己呢？ 怕有人造反，怕有人做一些激烈一點的事，怕裡面的政改通過了之後會有那些出面的人會有行動。為什麼周庸這些人會再走出來叫人家簽名呢？因為政府想要那個方案，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當政府想要就一定對我們香港人沒有益的，因為香港政府現在幫緊的不是幫緊我們去做事，他由頭到尾所想的事他都是聽大陸的 order， 他只是聽共產黨所叫他所做的事。所以這些簽名你見到，如果你的朋友懵盛盛走過去簽，你跟你的朋友說不簽得。如果有人跟你說話政府說過了有票好過沒有，有點好過點都好過沒有，你就跟他說，大大聲跟他說不要對我們是最好的，我們寧願好像現在這樣，我們寧願維持現狀都不要所謂的那一票，因為現在的那一票是會有人幫你篩選了揀好了之後，你再自己慢慢在三個冷橙裡面揀一個沒那麼臭的，或者揀一個那樣子是光一點的但撕下去可能更加臭的橙。我們不要這個政改方案，亦都不要前面這班人在幫政府他們去支持造勢。如果民主黨或者泛民的其他黨派覺得這些是有壓力的話，你們見到的時候你就走過去跟他們說簽什麼東西啊，不簽，有什麼東西好簽啊，不要政改方案，要不要，不聽啊。去到那天如果你們覺得有問題，你們就走出來告訴那些議員，現在這些街站沒力的，因為實際上去到投票那天你們所親身出現的那個氣勢、那個壓力才會帶給議員真真正正的壓力。現在所有前面我們見到那些所謂的簽名啊，又或者是他們所說的見記者啊，或者他們任何的遊行行動啊，這些所謂的壓力都是不實際的，是去到唯獨是去到投票的那段真真正正的時間，我們走出來的聲音才是最大的。但是現在望到這班奇奇怪怪的團體不停地要大家簽名，跟你說想為你的下一代好的就過來簽名，我們見到這些不識的團體，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走過去跟他們說不簽，你們這班人是做錯事的，你們這班人是害我們的下一代的，雖然你們
斯文，但你所做的事是一定会落地獄的，因为你们现在帮的是共产党那帮魔鬼，而你们只是魔鬼的爪牙，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是祸害了我们的子孙。可能你们只不介意，可能你们只不介意，因为你们的子孙可能根本就是大陆那边来的，没所谓，但我们香港人自己在这里望到我们就不忍得，望到的时候不可以行过去签名，一定要直斥其非。有些姐姐穿得很漂亮的，笑容很好的，但这班人就是充满笑容的魔鬼，唯有魔鬼才会对你指出这样的笑容。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前面的这班人，他们为的，他们为的可能不是为钱的，可能他们是真心觉得这样是对的。但你想想，为什么共产党一个乌坎村的选举都要去，结果都是要操控，有什么可能令到香港会有一个正常的选举啊？你想清楚，你的仔会被你害死的。今天来这个礼拜，他们说一年九日会不停地开街站，不停地开街站去叫人签名，昨天已经有180,000个签名了，接下来可能会更，一定会更多，可能会几十万这样。但是不理，到时去投票那天，我们要用我们真正的想法，用我们真正的行动去告诉人家我们真正的选择。而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班，我们这边的共识一定是只有一样，就是这个政党方案我们不要啊。